这个延长线是你收的吗？我不是，我否认。你看出来这延长线有什么问题吗？它是联动的，对不对？它没有办法拉。那这里变长，这里变缩短，所以它延长线最长就是这样子的。是谁收的、啊？你看我这边，我这样子拉的时候，这里缩短，然后这里会变长，所以我这个可以停在这里。但是总长度是没有变的，总长度是没有变的，谁收的？太精彩了吧！工作室的，各位自己承认哦，看到影片自己承认哦，谁收的？真的好好笑，让大家笑一下。现在是弃案高手胡仔。胡仔到底在干嘛？好难哦，因为我们现在在煮这个，然后它底下都会弄成这样子啊，我们要用这种滑丝这样子把它压着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先把每一个螺丝都跟滑丝套成一组，然后发布人发现，这是真的我刚刚不，我这是刚刚从上面这样丢下去，我远一点。这是什么自制夜市套圈圈？有够难，世界难，这个比夜市套圈圈还要难好几倍吧？好难哦，不敢算了。这可以办比赛，这可以办比赛。哇！你们在干嘛？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为什么？我今天拿个锤子，你们在这干嘛？还 run two 啊？什么东西？ run two 是？不止这个太短了，脚下我没有没有，我给你太极还是第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先解释一下你们在干嘛？这个叫综艺大集合，有一个叫做什么？这叫什么？叫什么忘记了？你夹我夹，不管我自己取名字，你夹我夹。啊！冷静好不好？好 ，Go Go！ 我还没站起来。有两个这样对夹，然后被夹下来的那个人就输了。哦，这样子哦。但他们是在很高的地方啊。好像很好玩，我也要玩。你要玩吗？你要玩。我可以拍吗？我输了，我拍我拍我拍。没有人想决斗。哇！这我是 Go。嘿嘿，啊啊啊！耶耶，超累，很累耶，很累耶。我觉得我可以办一个工作室杯耶。工作室人家上面圆管，我们是脚刚超痛，超痛的，超啊，其实是超痛。胡子，我想问你有枪吗？你在问什么东西？我要大枪。大的枪，哪一种？你直接跟他讲说，很猛的枪。你直接跟他讲说，被修改。很猛的枪，肉色的，肉色的那把吗？什么？等下你问清楚一点。我说玩具枪啊，玩具枪。玩具枪不是有一把吗？有另外有别的吗？因为我记得你很多枪。我记得你很多枪。你是怎样给人家这样奇怪的印象？对啊，为什么？那种很猛的枪。我带你去后面看看。他觉得说他有不要跟呐、啊，他要带我去了。我是用夹。守正博士，怎么那么久啊？太奇怪了吧？太久了，太久了，太久了。守正博士的点名。干嘛啦？守正博士。裤子快穿好，裤子快穿好。胡子。我把我的枪收好。哦，大酒吧吗？啊，没错。好久没遇到了。所以到底要这么大枪干嘛？对啊，到底要这么枪呢？裤子拉开是最把枪。等一下，这个东西是口香糖。为什么我们工作室的地上都有口香糖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搜一搜就。为什么这里是小学生的教室？是不是？我上次看到这个东西，真的是在小学教室里面。我的天啊！天啊！口香糖不行，我这个一定要问问看其他人。你这个先留着，不要拆，不要弄掉。我一定要问问看。姐，你知道什么内幕吗？我觉得一定是。你好好说话。不要乱讲话。好，我来把这个。案件查清楚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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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整叠脚经理，这个留着哦。看如果谁要拆的话，不要把它拆掉，然后我们找出凶手才能拆。没问题，我要跟当地砖。
来，晚上人比较多了，来一个一个问啊。哎，医生，对，关于这边这个果香糖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这边就是会帮我上那个柯南的背景音乐。没有柯南的背景音乐，刚刚我已经上来了。哎，我现在是在找犯人，你是嫌疑犯，你是嫌疑犯，你是黑衣人，你看最近，我有不在场证明啊，因为我都戴口罩，就算我要吐的话，也会吐在我的口罩上面，是这样子，是合理的吧？是这样子，是太合理了吧？好，没错 ，OK， 好，算你过，来，晨晨，你觉得你对这个口罩你有什么印象？口香糖，你讲错了，口香糖，都你。果香糖，我不在场证明。你也有，我都会不在。哎，我们是看起来这么久，没有看啦，看起来已经两天了呢。我今天打扫，然后把全部东西搬出去，然后移开才发现，哎，你是什么？哦，所以你是发现尸体的人。哎呀，你上一次打扫是什么时候？上一次打扫。民国前吧，我已经没有印象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就根本不知道尸体出现的时间呢、啊。我们这样要怎么找啊？这样你不在场证明你昨天不在的话，有没有？我没有在工作室吃过火香糖。哦，这是你的证词。完蛋了。装水。还是就是你？是不是就你？没有啦，我们之前来的时候这边都有摆东西，所以绝对不是我们。一个挖鼻屎在地上，然后太大颗了吧？一直以来。一下边呢？哎、哦欸，好像可以耶！哎、欸，宝哥哥是不是有 DNA 的那个样子？到底谁是犯人？对啊，奇怪了。之前，哎、欸，来李玉，来，我先看一下。来，你先。今天是什么问题？是副探长。黄黄的。副探长李玉，我们今天在整理这边的时候，把东西一搬开，发现底下有口香糖，所以我们要找出凶手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动，哎，动尸体啊！破坏现场，破坏现场！你一来。二话不说先破坏现场，你觉得是凶手？这个不太可能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工作室人不太吃口香糖，所以这一定是某个粘土之类的。真的吗？而且口香糖不会是黄色的，口香糖是白色的。闻一下，舔一下，不太可能。意图混淆视频，要不然你闻一下。但我觉得舔一下看有没有说谎的味道，因为我觉得口香糖。放久了会很硬，我觉得它不会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是虎仔最常用的教师用粘土啊！教师，哎，等一下。然后之前你叫我买黄色的，还有什么颜色，什么都有。是吗？是我吗？哎、欸，这好像真的不是空想的。就是你，你就是犯人。抓到，对不起，谴责了，全部给我谴责了。还要找别人，不可以让他知道。对不起，还在那边怀疑我。是不是？我对不起大家。你刚才啊了一声，李玉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我刚是不是被陷害了？我好像懂了。你是不是陷害我？这个东西哦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东西哦，它是有点坏掉的，其实它是有点那个歪腰那个屏幕，歪腰屏幕。哎，然后呢，那时候可能。他要垫这个，然后加上可以粘住的东西。哦，对，然后可能就有出现那个东西。哦，就是，所以是这个雨伞，它让它掉出来了。对，凶手是雨伞 ，Mad 的雨伞，翻转再翻转。那你说嘛？对不起，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对不起，我把你掉。还用我的粘土来陷害我吗？对不起。